爱的薇娟成为广告商宠儿，最近一个月内出了四个广告，包含知名品牌烧酒广告、精品鞋包品牌广告，以及韩妆品牌广告、新代言的保养品牌广告。前两个代言本来薇娟就是代言人，这次出了新的广告，后两个品牌是新官宣代言，让粉丝们都称赞画报广告都超美。薇娟在不同品牌展现了多样的魅力，烧酒广告给人氧气美女的清爽氛围，到了精品品牌画报戴上墨镜又帅又美，化妆品广告以暖色系凸显薇娟的柔美气质，大地色系眼影盘超实用，加上薇娟亲自展示妆效，完全烧到粉丝的心。新的保养品代言又充满美少女的活力，内夫林也直呼薇娟的脸蛋值得多接代言，怎么拍都超级美。